短视频及直播正在重塑我们的生活，全民创作，全民分享，让普通人也拥有了一夜爆红的能力。而在数字化浪潮的推动下，数字人作为一种科技与艺术碰撞出的全新产品，正引领着短视频及直播领域新一轮的创新风潮。小宝数字人也因此应运而生。小宝数字人是融合 AI 人工智能技术、自然语言处理技术、深度学习算法等多项技术于一体的人物数字化技术。目前，数字人技术已经在电商直播、智能客服等多个领域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，能够有效突破时空限制，实现7×24小时的全天候直播及互动，实现智能讲解、智能获客、智能答疑等多种功能。小宝数字人含数字人创作及数字人直播两大系统。数字人创作系统可通过 AI 技术实现对真实人物形象及声音的数字化克隆，并通过 AI 创作视频文案及脚本，轻松批量生成真实自然的口播类短视频，快速实现短视频裂变，搭建传播矩阵，塑造个人 IP。 数字人直播系统只需将整理好的直播及互动文案输入系统，配合数字人创作系统、人工智能算法，即可实现数字人自动化直播、互动与答疑。随着 AI 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升级迭代，新技术的加持，新科技的引入，还将为小宝数字人解锁更多高级功能。除了短视频创作及直播，还能在教育、企业服务、文化旅游、智能家居、金融服务等多个领域担任虚拟讲师、虚拟引导员、虚拟管家、虚拟顾问等角色。这是一个飞速发展的智能时代，未来小宝数字人将以其独特的魅力成为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它将不仅仅是虚拟的存在，更是我们跨越时空连接万物的重要桥梁。